交易站的如果有强吹水果产量太多，老太家的消息会农民路强拍拍的。今年广州黄梨产销不匀的问题，韩国严重，各农抗议澄清，农民会还可以压摆记者会，说明按样来做，希望屯养向更多青睐。其实包括农会、农民屯农业资源所压到，几多年前都提出的避免产销失分的预防机制。像闽南区农会利用种盐补贴、限制耕种面积、囤客座的方式，囤农民建立白起好的粮食来调节产量。另外，有后生的广州农用外销，还有囤朗德公司合作加工品来开创无穷样的通路。没有农民囤农业资源所合作，种出的多样的新品种来搬出无穷样的市场，来看下因的怎样来做到的。哎，小三，我买多少银呢？我买多包，买五包，五包啊。好，那登记下来。好好好。啊，阿伯，五包哈。好，五包哈。谢谢啊。好，谢谢。平日十五日，农民热腾阿多，闽南起农会开始卖四六批地里种盐，就赶定去买。我买金鱼也好，爱冲开来量。买嘞木姜嘞木好凉啊嘞，买嘞呀吼，买些农品呀有限量吼，买些嘞如果买呀吼，你屯市民去买呀吼，姜啊品质啊种嘞木安好啊。农民姜会买唔多，因此闽南区农会当年开发几多位种业，都会限制数量，为了就会为控制才提早四六批地的面积。可能从九十九年的时间啦，好，因为佮下俺们闽南的朋友老朋友一开始推出的时间，赶明。改名有两三改名吼，过阿咧农民的树叶也改名吼，所以变成讲阿咧农民吼改名多年，一窝蜂的全部都种阿个朋友萝卜，所以造成家私的产地，过所以安尼时间嘛办了一个得到一个高薪啊。农会为了每产量一下增加多多，出台带头控制种嘅数量，未提出补贴的措施。好，白玉萝卜的种植登记制度，透过啊登记的一个方式，后面啊能可以掌握到个也一个数量，都要并啊的行销模式。过萝卜的种植的时间，来一包的补助100元，原本卖400元的来补100元。我啊能用农民向农民的啊那这个买萝卜银，第二希望个伊买到好的种植，第二啊就系希望可以掌握到啊个面积。从今年，闽南区农会就将卖2500包的四六批的种盐，限制面积是250公顷，而且要补助加湿温天，农民天天呢都很来配合。萝卜成年人来卖的时候，吼，而同米白都嫌讲啊，闽南白萝卜用的贴贵吼，啊米白来就同人杀价呢，啊农民吼很无奈就讲啊。萝卜的烟台咩，冇卖烟，因为做唔得咩，安尼，所以就讲家私处引导安尼啦，嘿，啊，所以我透过一个闽南安尼田农会嘅吼产销吼，来安尼推广吼，让有安尼家私嘅包装安尼啦，嘿。以前就是冇讲啊控制烟来讲吼，佮后几年咯，比以上嘅单位，伊家私单位长。不至於講啊，學百無公錢都有，所以講啊，以一個鹽嚟控制一個分散，哦，控制一個產量，哦，可以保持講一個穩定的價錢嚟啊。闽南区农会每同农民客座逢天会同土米，不但请亚洲农民唔是少树叶会唔问天，每上起到农民家业用友善嘅方式来耕种，建立以后嘅互信关系。哦，我听人讲咧，啊，咱凤台我用客座嘅方式，啊，跟农民朋友讲好啊，跟阿唐农夫讲，哎，唔好用阿个白蜡瓜，反正农夫我用阿个三期之间之中，这个嘅家私，该得加班咧，所以阿咱农民，唔好把人骂怪农民啦，啊，怪农民，可是最重要重点就讲咧，唔要比亚输你，好，要过好过稳天，那时间，伊就稳愿意来平下咪。除了有农会带头来控管农作物的产量，没有强制农，强怕会发生太劳驾的情形，故所做有准备。
三十四岁嘅郭泰成系蕉农第三代，从细啲姜蕉园睇嘅结，做兵过后三线车线啲萝卜石条路。在建设公司待了将近快四年，才回到自己家的香蕉的一些产业。对，那时候是父母亲的体力让我看到，慢慢觉得他们体力的负荷没当年那么好，也想说，大概自己也大概三十，将近快28岁，想说，还是回来试看看。转到博客过后，记者见按到人类姜蕉的家事应无问题。各种其山本地的姜蕉风格，也还没没头白暗号的关键呢。后地家头用前后五年，已经开始做外销市场，将体验家事六太家的危机，同时姐妹天天的改变本地的菜蔬处理的方式。我们这是从产地采收到洗选到整个包装到出口，你整个把它留在产地，而不用再另一次的，比如说用以前传统塑胶篮子把它装回去再拆卸一次，你说它的运费、它的一些工资、时间效率等等就会来得比较差。那你如果整个把它整合起来，第一个，这也是日本最需要，有像产地直送到日本的感觉，慢慢做，成绩就慢慢出来。也按到人类姜蕉不是为独到卖无奈气的困难，除替营销外销市场，阿太前未发现有把个自己片，其实没有一多新的可能。故所有高雄市农业局来天数签到，让达公司来合作研发出姜蕉口味的乖乖。其实从去年回去，我们他希望我的香蕉不是单单就是拿整把的新鲜供应给他，他希望我把它做成香蕉酱，把香蕉打成泥。让我就又更学到一步，可以把香蕉做成泥，再冷冻给他们。对一开始实体外卖25,000包，无上多同数反应，也下几件买嘢会10万包。具体层面起摸，也会系其上嘅属性，行高带通公共发展。那以前吃的玉米淀粉，就是吃下去它就马上化掉。那像米谷粉的部分，它就会比较清脆，它的口感比较扎实。那像我们的香蕉米乖乖，它一打开，就有香蕉的香气，它入口的时候，有香蕉的味道，那吃到后面，它又有米香的口感，所以它的层次是有变化。不过，爱插得结结，成少唔平凡嘅问题，郭泰成因为天作为对三方面同时来做。那其实香蕉产业就是，比如说国内的市场。跟国外的市场、跟加工品的市场，它的三个方面要同步进行，才可以把我们的个，比如说滞销还是整个产量、产销的失衡，可以做一个方法的去做去化啦，而不是单靠一某一方面的一个决策才可以去化它。对外销同加工方式打开无穷用市场，同销售渠道，没有农民意识中多用的品种，来同市场分开来。这个也要收掉。好的是。不管农郑万秀带定烟都烟的都红，看其中的新品种成薄木瓜。而且这个产量很大。就是如果台农二号一颗长的，它的生产量是150公斤的话，这个生产量比它大一倍。好，这么大颗。陈万秀为中心的品种就是梅，一般接送看到的品种，认真先生铁道来养养到家私。因为气候的关系。造成，大家的量都很好，包括我自己，我以前量也没有这么大，今年就特别多。好，那为什么会这样？是气候，因为前面那个一大段的时间都没有下雨，大家都一样盛产，不管凤梨啦什么火龙果，所有的都几乎盛产。去年开始，郑万秀只能用有机的方式来种新品种，成果猛猛的。
而且是种，我就是要把台农二号跟十号一起种，他们同时种下去，给他比较，比较看看说二号的状况跟城堡的状况如何。那城堡的状况是非常好，因为它是，比较不怕病，然后它就是比较健康。现在陈伯母瓜各自有卡台，每度为同事从本开来，其同母票并同好高同屯山市场开发出木琼用的小树罐头。所以我就是设定说，我这个木瓜，出来就是先卖给学校，给学生去吃，它比较好处理。就是说，厨房的工作人员，因为它大颗，洗切。洗跟切都非常容易，不像小颗的一直切一直那个洗就比较难。那大颗洗一颗就可以吃好多人了。锄地木瓜富良国每系廿五年来一度农民上菜来种嘅果子，从富良国二十六年嘅流行下，早就有看到廿嘅现象，故所土家嘅高盐度好，管理到一度多样化嘅品种。双色的，双色的果，它是外皮就是黄皮的，白色的白皮的，黄皮胖肉。盐的杜康又对以色列来的品种，外表是看起来冬天片的黄色，但外面有占成功的松色果，韩国农师所推荐的小甜甜品种。都是这种哈，也都是小甜甜，也名都是小甜甜，小小颗哈，小颗不大。水太都适量，哦，啊，佫清甜，佫香味，啊，果肉吼，安尼粉红，很漂亮，口感很好吃，相当好吃。刘先生同家老公打帮多样化嘅品种，韩国调整生产嘅时期来分散风险。都系像一下爱这么买，我就像发展下咧，安尼松色咧吼，都系讲台湾更加60%人全部拢种，按多个大红。全一颗拢，只有市面上看到全部丰容的，啊呀，松色的果都，你市面上可能看唔到啦。有人种的，佮嘛两色，佮拢做栽培去的。啊，做长期调节，佮市场无物个，特别市场佮咩，拍卖市场无物个东西去的，佮恁都果生产的果做长期调节，佮恁都去佮拍卖，安尼可以卖到好价是。来抢下阵，更加慢慢因情况有个好的品种嘛，来用嫁接方式来去。提升这个位个，安尼那唔可以本人淘汰，也唔会个，因为台湾按多人种凤梨果按进步吼，都会拓展农民按三万。因此，农业资源所每栋厝前来育种，培育出合适台湾种的新型品种，能为每研究同化无就自行鉴定话，同比较天赋来帮冲上去。全台湾都可以种凤梨果，但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性，它会在同一天来花。所以红龙果它很容易有产销失衡的一个问题出来。那当然我们会透过疏花疏果这个动作来避免单一个批次的产量过于集中的问题。那另外红龙果它可以借由灯罩来延长产期。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延长灯罩这样的一个处理模式来降低正常产期的一个产量，然后借以让整年台湾的都有红龙果的一个产出。台湾叶田的果子是多样又丰富，农村所每针对芭乐、含有黄梨、亚条热带水果、皮肉多样的品种，和本农民有无穷用的选择。按你厝头买到拍卖市场，也早地买到家私客户的市场空气。儿农市所其实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品种可以供选择。然后像凤山分所，我们推出的牛奶凤梨，其实就是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品种，它可以把产期调到大概是8月到10月之间。然后可以跟原本的金钻凤梨差不多3到5月去做一个区隔，这样子它有的人多种牛奶凤梨，有人种金钻凤梨，这样可以让它的产期可以拉开来，让一年四季这样大家都可以吃到不错的凤梨。
也是农资所每组间来研究栽培新品果树，将黑凤牡丹、凤金果三种亚条来做制种，还有观察过后，希望催工本农民来种，每台中十种生产抢占品控的果子。移动农民们希望政府用台数据来先同农民登记种的情形，行卡杂种的多共农作物种的情形同编辑，安尼陪伴给农业生产长官行卡平。